哪位同学去帮我拿盒粉笔过来？我离办公室最近。我家祖上是神行太保，粉笔拿回来了。你啥时候去的？在你们还没有起床的时候，我就去图书馆看了会书，路上刷了会题，顺便还去考了个挖掘机驾驶证，最后拿回了粉笔。讲课了，黑板是不是够不着啊？哎，我去给您搬梯子。不用了，嘿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啥，都给我老实上课。如今升学率暴跌，需要你携徒儿们去西天取点教材，你愿去否？我愿去，可我徒儿在哪儿呢？师傅，哎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想上课。呀，我帮你取回来了。今年的奖学金得主依旧是锤锤，还是老师学习吧。